幸亏他还是有点分寸，及时把你送回内卫，才没惹出什么大的乱子。但内卫府不要你在想，你想好了，就这么回去，不需要内卫保护。生死有命，还挺洒脱。二郎，尽量。二郎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出来了，你没事吧，二郎？我没事。那位师兄，他们有没有亏待你啊？你没有受伤啊？啊，我看看。尽量，我没事。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二郎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好。回家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。可是，二郎，听话。